这个满小子酒量可真大呀！这回总算把他灌倒了，泡在酒坛里睡大觉做美梦，太舒服了。大王什么时候也让我进去泡一泡，喝个够？<笑>这一辈子也算没白活。嗨，还有那个小子，火气可真大，可惜了我那把斧子给他捏成了面疙瘩。这会儿喝了夫人的清凉酒，人也僵了，心也凉了，火气也从屁股眼里漏光了。<笑> 你们每天都采花露来为二娃的治眼睛，实在是太感谢了。爷爷。 小鸟小鸟，谢谢你们，为我治好了眼睛。我们兄弟一定要消灭妖精，报答你们，再见啦！爷爷，你看，孩子。 孩子，去！爷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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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爷
夫人深谋远虑，七个葫芦终于都抓到手了，还要请夫人趁早把它们炼成七心丹。我看小葫芦长得很嫩，趁它还没有成熟，可以把它培育成我们的葫芦娃。家，你好啊！善良的老人家，你好啊！总算把你找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这里的山神。妖怪逃走了，葫芦籽儿被你取走了。啊！可你还有一样有用的七色莲花没有拿去呢。七个葫芦娃全给妖精夺去了，还要这七色莲花有什么用呢？不，你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七色莲花还给葫芦娃，只有这样，他们七兄弟才能连成一心，灭除妖精，解救生灵。我的山鹰会给你开道，再见了。